爱妻宣言，老婆讲的一定是对的。然后老婆如果生气的话，要赶快买奶绿给她喝。但是好像才刚刚是昨天的事而已，然后今天就要结婚了，安排的时候遇到很多事情，然后又遇到疫情，所以后来婚礼又取消。但是我觉得心意是最重要的，那未来生活里面一定会遇到更多烦恼的事情，或者是困难跟挫折，不管是我的或是你的，我想我们都一定可以好好的面对，然后想出解决的办法。很高兴有你当我人生之后的伙伴，我们一起加油。哇 ，Good morning！ 我每年一定要至少出国玩一次，然后过节日要仪式感。好。要帮忙做家事，帮忙买菜，对，帮忙煮饭。好。老婆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祝福你们白头偕老。嗯，谢谢妈妈。嗯，谢谢。互相扶持，成为心灵伴侣。韩灿要多照顾福生。住在高雄，有空常常。爸爸妈妈，谢谢你们把我养这么大。妈妈一直说要找一个可以照顾我的。现在找到一个很好的先生，我们会互相扶持。你不要担心，虽然我嫁出去了，但是我还是你们的女儿，我会常常回来，要保重身体。好，谢谢爸爸妈妈把顾真教养的那么好，我也好好照顾她，然后我会互相扶持。祝福你。谢谢你跟我一起建筑一个家，从我到我们，未来还有很多美丽的风景可以一起去探索。我希望到很老很老，头发都白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可以紧握彼此的双手去笑看这个世界。余生，请你多多关照我，爱你哦，啾咪。